呢度有个篮球场，呢度喺边度咧？哇，冇人嘅呢个篮球场，哇！你睇下四面八方系咩嘅？木波比较大哈，你睇过啲嗱，呢度系咪好似富山嘅金川文化村呢？错，呢度唔系金川文化村，呢度系台湾。OK， 台湾嘅赵芬。我而家系行到最顶咗啦，已经系。最頂係睇落去個景啊！最頂睇落去景啊！呢個成個村嘅景啊！成個村嘅景 ，OK。我而家行落去啊！哇，好鬼曬啊！喂！開始熱翻咗呢幾日。初頭嚟嘅時候就好凍下嘅，哇！你睇下景，好似呢條路啊，行緊去個海景咁樣樣啊！行緊去個海景，哇！好靚啊個海景。OK， 呢度就係似我哋所謂嘅山神類型嘅嘢啦。呢条路边都系，我睇下海景。OK， 而家行落去。哇！喺嗰度山，上去唔知有几粒钟喺嗰度。我睇到有人行上去咧，哇！下次有機會去爬呢個山先，爬上去唔知有幾高咧。因為今日逗留唔係好長嘅時間，所以係。冇得行到咁遠。OK， 我哋行去遊客區嘅地方先。海釣，釣誰？美人魚。那吃？知道啊。個海景。那我不能吃它嗎？幾多遊客？大塞車啊！放假啊！
放假假期好塞車。OK。啲咁窄嘅地方係可以行乜多嘅啫，好閃！你咪講講先。呢度都好多啲民宿啊，有出租嘅。哦，呢度夜晚都幾涼下，幾凍下啦。但係而家太陽咁曬，就更加曬，因為響有高度嘅地方。哇！你睇乜多，八道門啊！彩色之屋啊，出到嚟遊客區啊！好長啊！啲街都唔知點行啊！啊！街好長啊！你要買嘢？你都唔知要搞我手嚟攞。呢啲地方玩 Running Man 咧，就絕對好刺激啊！呢度，尤其是可以搞一啲細事啊，咩啊，搞病病啊，抓迷藏，抓迷藏就喂病唔知揾都揾唔到啊！明明六個人搞，等人揾出嚟有八個人咁就刺激咯。條條都係佬啊！你唔知點捐啊？呢度係嗰種韓國嘅金磚文化村咧，會俾你搞嗰啲尋寶遊戲咁樣嘅。你去到每個地方，係俾你做個執印咁樣，跟住你執曬所有 passport 咧，就可以唔知攞到咩紀念品啊！呢個地方可以穿翻上去嘅。你全部都係民宿嚟啦，好多地方住啊！但是交通就不是十分方便，你要行行行行。
神之手喂，神之手喂，捉边度都有喂 ，OK 啊。真正研究呢度嘅地區，要攞 map 先得啊！一係我唔係好熟嘅，呢度點行嘅啫。你就呢個落去嗰度啊，停車場嗰度。OK， 繼續行。終於有 map 睇啊！我而家喺邊度咧？喂，現在位置我喺度 ，OK。我而家喺度，等等先。大路在那裡，我入到你這裡好像有一些奇怪的，那裡很多東西吃喔，不要理會，繼續走。就是那麼涼爽，又不要出汗。古昌海景會館，海景會館吃東西的，這個是看著海景來吃東西的，這個應該是哇，那裡走哪裡還有得走的，哪裡走完了，這裡要幾粒鐘來走啊，這裡看海景而已嘛，行嚟咗14分鐘咯，前面好似好熱鬧咁啊嘛。真係有啲似金村文化村。
睇下用幾粒鐘嚟行啊呢度，應該行唔曬啦。下次攞一班朋友嚟呢度搞訂訂咯，琴鋪啊。呢度應該冇嘢行啊呢度。一睇到咁多北車就知道啊！嗱，又唔揀邊一堂，北到幾齊？應該冇咩啊呢度，下邊又冇咩，應該上高嗰度啫，剩翻上高度啊！咁我哋上翻去啦，好，俾你睇一睇海景先。OK， 上翻去我哋。睇到一間鬼屋啊！呢度一間好出名嘅鬼屋啊！嗱，冇呃你啊，真係鬼屋嘅嘢。係咪個鬼屋啊？呢間係戲院嚟嘅，好懷舊的一個舊戲院啦！哇，仲有雪糕啊，雪糕冰淇淋。誒，個電話關事咩？喂，收銀機 OK 啊，又凳又冰煙仔。你知道年我呢個戲院？1934年啊，可以訂座記得打電話。誒唔係，呢、這個係坐標 ，sorry 啊，呢個坐標，坐標啊，1934年。OK， 睇完個戲院啦。你話鬼屋啊？鬼屋我唔敢入啊！鬼屋怕鬼啊！怕鬼！
都有拍到路人甲。好，最喜欢跟路人。看到吗？Okay， 上一条好长的楼梯，好高的楼梯。여보 허드르지 마 천천히 와前面啊，驚拍到人走光啊！對，對啊，非常漂亮。啊，呢個角度應該茶樓嘅。全部喺呢个角度系应该茶楼嘅。没错，看错了。走。呢度有茶楼嘅。上去睇下先。拍我了，不如应该加走光。哇，靓到！我茶楼。嗯。好靓风景嘅，你呢度睇过好靓风景哦，去地嗰度睇去嗰度好靓风景哦，有海景睇喎。喂，我后面呢度又是茶楼嘅，又是看海景啊呢度。继续行。Of silence. Okay. 有个人喺度演奏啊！好多人喺度影相，都喺呢度影相，系好靓。你不用请啊，进去的人要先去的。你怎么知道在哪里？哇哇，坦克而家呢度去边度咧？一坦克，小心磕头啊！坦克而家呢度冇得回头嘅，要直行嘅啲咪。哇！你睇低到坦克而家呢度，哦。我呢度可以 shortcut 去茶楼嘅 ，shortcut 去正话嗰个茶楼嗰度嘅。嗱，呢个就系嗰间茶楼嘅后边咧。哎呀，
個坦克帶好搞啊！我想搞多輪啊，個坦克。等我打翻個坦克出嚟先。啲咁隱蔽嘅地方，係冇乜會覺嘅啫喎。OK， 打翻坦克先，冇磕到头啊，磕到头冇包啊呢度。OK， 出翻嚟啦。action cam 嚟嘅，但 action cam 咧係冇用到嘅，因為今晚係要試 iPhone， 全場以 iPhone 嚟做播經，睇下得唔得。我知道收聲一定得咗啦，因為我冇 plug in 個收聲器。嗱，呢個係最邊嗰條商場街啦，好多嘢賣嗰條街。食檔偏多啊，差唔多全部都係食檔啊。食檔係我土產嗰啲嘢偏多嗰啲。睇台灣啲包裝都好精緻嘅。我买红豆泥哦，都得拿回来。我觉得我们这个感觉，食档偏多啊，还有土产，全部卖土产呢度。呢度都是其中一個睇景的區啦。
爸爸不打了。需要吃吗？又好份糖工作，又系神庙嚟嗰度。好，行落去啦，唔神上去。食當奶阿婆，招生报告，各位游客注意，若你有遗失一张悠游卡，请至轻便路294号阿祖卡认领。各位游客注意，若你有遗失一张悠游卡，你乖啊，小姐们。等住唔使乖啊，唔喐嘅你。商店嗰啲係比較塞啲。熊猫起哦，熊猫。小红，
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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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通常好食咧，啲五里两边一定好出名嘅店。就係我就係食呢間檔啦，就喺度食嘢啦。呢度入口啊，呢度就入口啊。好多，好多遊客。總括嚟講咧，呢幾日咧喺呢度遇到嘅係韓國人係偏多，泰國人係偏多，係呢兩個國家啦，韓國人同泰國人啦，日本冇咩喺度有啦。好，嗱，下次嚟我爬嗰座山啦。
整車啊！全部整車店嚟嘅呢度。好啦，我要去攞車啦，拜拜。有咩事我哋食早餐見啦。啊？食早餐。OK。拜拜。